黄河洛水交汇之地，亘古不变，迎接朝阳东升。而在几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有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之中。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最常用的字眼。然而究竟何以为中？河洛大地又隐藏着哪些关于中的答案呢？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条奔流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公里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沿着历史的年轮向内申溯，关于中的谜底也许就埋藏在层层黄土之下。在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也称苏阳寨。当地相传，苏阳二字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村子西面的豹沟、东边的狼沟似乎也印证着这一传说。而当时间来到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人又让一处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掘了整个的这个居址区。从我们现在来看，苏阳遗址从仰韶早期晚段应该已经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的晚期，延续时间非常长。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联想到当时古人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场景。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而苏阳遗址还只是河洛地区众多史前遗址的一个。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对整个伊洛河流域做了一个系统的调查和勘探，整个河洛地区伊洛河流域分布了376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间，近4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
洛河流域。这样的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已经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史前先民们为什么会青睐河洛地区，特别是洛河流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呢？人类早期文明大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大河时而娴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以巨大的能量暗涌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透过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考古人窥见了洛河流域古环境优势的端倪。洛河的支流伊河在洛阳龙门石窟前缓缓流过，颔首低眉的卢舍那大佛安坐在龙门山上已千年有余，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大佛嘴角那抹隐隐的微笑都令人感到既庄严又神秘。薄层泥质灰岩是龙门山的主要地质构造，龙门石窟造像正是在这种岩石上雕造而成，层层堆积叠压的岩石反映出了洪水导致泥沙沉积的规律。它携带的泥沙多的话它沉积的就厚，携带的泥沙少的话它沉积的就薄。李建厚，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2004年起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他对石窟的薄层泥质灰岩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过去的降水量间隔非常均匀，每一次降水的带的泥沙这个沉积量也是比较均衡，1公分左右这个厚度。沉积厚度较为均匀，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古环境是十分稳定的。从现在地质考证考察的情况来看呢，龙门代表了洛阳这个地区呢，它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构造，它是比较均衡的，在变化和运动，它没有大的起伏和波动，非常适宜这个人们在洛阳这个地区居住生活。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要，对于适宜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渴求，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河洛这片广大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满足古人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了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而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崛起与扩散，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初露峥嵘。与散发着悠悠光泽的青铜器、晶莹夺目的玉器相比，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你我之间烙刻着相同的文化印记。这件月牙纹彩陶罐，齿口、宽沿、圆唇、竖颈、折腹、平底，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纹饰，14个月牙四地排列，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
代表性器物。河洛呢，一般是黄河和洛河的交汇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5500年啊到5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这个发散地，那是在河洛地区，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文化上的中的概念。这就是主要就是在仰韶的彩陶向周围的扩展。仰韶是中华文明史上不能忽视的名字，以此命名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个庙底沟遗址出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叫花卉纹。庙底沟它最大的发现或者说这个亮点就是彩陶。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旋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这五瓣花的花卉纹，它相邻的这个花，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另外一个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就是它构图比较和谐的。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的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吧，我们也在想古人他当时画这个纹饰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等尽收眼底。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圆点里面，你甚至可以看见它的笔锋是怎么运的，还有它的那个弧线三角非常流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呲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这样的审美认知也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
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哈、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第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的和谐。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就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域里出现，它首先就证明是它对你文化的一种认可，我认同你了，我才能在我本地的文化中有你这个文化的元素，有你的符号。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啊，时间又短，影响又大的这么一个，正是这样一个庙底沟中心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就造成了六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彩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图案有哪些故事，为何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滥觞？大禹划定古九州，古人在河洛地区策影立中等的背后，与河图洛书有哪些关联呢？周代典籍《艺戏词》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直观来理解，河图和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但它们背后却蕴藏演化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在之。这个圣人一般理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大禹。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指的是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纪、衍、清、徐、阳、荆、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河图洛书
周公直隶左右啊，周易哲学，老子道德经，孔子周文理，白马驮经啊，还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在河洛地区。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根，以河洛罗氏周易哲学为代表的啊，这些思想理念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魂。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依旧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今天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确知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里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叫在中立国，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啊作为国都。按照周公话讲啊，洛邑为天下之中。为何尊铭文讲周成王即位第五年，他做这个统计铭文追溯了啊，是吴王啊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啊，从这里来治理民众。这次中国自此移民啊，最早中国这个词自洛阳自郴州在西周初年形成。领命泽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5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在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板，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中，在典籍《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5寸，谓之地中。意思指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8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1尺5寸的地方，便是地中。他指定了天下之中，要用8尺高的龟表，在冬至、夏至这两天才会日影。夏至这一天日影长1尺5寸，冬至这一天日影长1丈35寸。夏至日影长1尺5寸，也就是15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1丈3尺5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
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一到十数字之和为55，洛书一到九的分布，无论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这么推算出来，是归标长8尺，8尺按80算，再加上河图之首55，80加55，看后135。这两个数字，一个是洛书的数字，一个是河图的数字，是阴阳合合一个大吉祥数，这鉴定这个地方是天下之中。登峰羊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定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但因为阳城一带已经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昭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按照这个要求造出了成州城的地点，也就是在现在洛阳老城的澶河两岸，洛阳老城的东北部。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并最终将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验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将呈现1尺5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河洛大地不仅在政治上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更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印记。中国之中，中华文明之中，是宏大的，包罗万象，它可以像黄河一样气势磅礴，像中原大地一样宽广辽阔，像宅兹中国的古老铭文一样引人遐想。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不可否认的是，中所蕴藏的理念跨越着时空，从史前先民一路接棒传递到我们手中。